后来我就是啊，把这个时间吼，用较侪有遮个志工来分享吼。咱这个啊，郑怡哈，伊是编啊，这个点餐啊哈，是不是来叫你啊来讲一下你的观点？无要让知影，所以他说这边这位博祥大哥吼，因为工作这个姻缘，就是这个姻缘安尼开始吼。我嘛感觉讲，这个冥冥之中吼，真正有这个缘的这个事情吼，我非常相信。包括大家一定做好奇讲，先那是阮台地文教基金会会使甲阿扁总统送餐，其实应该是这个。咱的迄个张嘉玲主编吼，伊爱成功这个变性的过程，因为是阮写批予阿扁啊，伊空空八年去互关起了后，阮董事长吼，伊就是讲，咱爱甲阿扁啊送温暖，所以咱就爱写批给鼓励，吼，阿莫写干妈的物件，阿莫遐指正讲伊安怎安怎，伊被做了无共，天天拢免阁讲，因为骂伊的人已经太侪啊，阿嘛做侪代志吼，就是咱即马。一直到现在，我们就发现说，很多事情我们知道说，这就是间谍迫害。所以我们就为了空空八年，我们就开始其实做这个社会的工作，这就是种一个这个因缘在里面。因为这个事情，我们社会外面的总统，所以他知道我们这个台地文教基金会这个机构，因为写差不多也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啊，社会我们都是用手，因为他是用手这样去拼，给我们回归。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少年人我们少年人其实都会习惯，吼，就是用电脑拍字，就甲印出来。不过想到阿扁总统，伊拢是一日一日安尼写出来，阮就想咯，阮嘛是爱亲笔挥挥。啊，这个部分想袂到讲后摆，阮伫送餐时阵，阿扁是印这个笔记，因为阮拢有这个道名，吼，这爱好多博祥大哥有介绍着迄个台湾型信用迄本册内底有讲着台湾型信用是啥物货，遮就无搁讲嘛，吼。这部分，因为阿扁总统，伊知影讲，阮拢是同修，阮拢是同修相称，所以伊看到阮签名就，伊知影讲这是啥物人，因为写批予伊，伊有看到迄个笔迹，伊就会放心。啊，有个人会问讲，啥物恁会使送？其实，一开始伊来甲台中时阵吼，阮就知影讲，这个贱物啦吼，伊无可能会搁甲放出去。因为若会放出去，伊伫隆重时阵是最严重的。照你讲，迄个时阵大家拢认为讲会使回去啊，吼，因为作为医生专家，拢甲大家讲，伊无办法阁关回去啊。所以迄个时阵，大家拢阁寄望讲，伊会互伊回去。想袂到是半暝，很粗暴的甲伊去台中的干嘛？这个时阵，阮就心内就有所，阮就想讲，假使若是真正讲有需要阮的时阵，阮是义不容辞，一定来甲伊斗相共。啊，后来至终吼有甲阮拜托吼，因为伊讲，因为阿扁总统的情况真的很糟糕，伊若无食一点仔营养的物件，伊可能就撑不下去啊。而且迄个时阵阿扁也是做绝望，伊想要绝食，伊其实是根本要放弃，伊知影讲无希望啊。所以阮就是用这个送餐吼，逐天安尼送，你逐天签名，虽然袂当看到阿扁总统，你只个。讲一下吼，阮无办法帮大家炸批入去给伊，送什么物件给伊。阮唯一会使送就是三餐这个营养的妈妈餐，就是厝的，咱食啥伊就食啥的这营养餐安尼。伊无办法讲，会使透过这個交流。可是阮大概去送餐的时候，变作讲过去伊伫台北港啊，伊无办法看到任何人，除了讲因家属办特件以外，所有人伊都袂当看到。伊唔知影讲伊心里内底有人知无？伊一直有这种感觉。所以阮逐天送餐的时候，每天要写菜单，啊签名，至少是不是？阮拢会加减伫外口问遮个即个监狱的人讲，啊阿扁总统今日食了什么款？不管有传达无传达，看到这个笔记，伊知影讲外口逐天拢有人在甲注意，万一因若是发生什么代志时阵，
是不是我们第一个时间就会知道，好，所以这个是一种变成无形的一种交流，无形的一种默契。伊透过这个，阮逐工甲送餐，伊安尼感觉，伊感受着讲，阮无甲放弃，吼，阮代表就是咱遮所有的阿扁嘛，无甲放弃，伊的信心开始慢慢啊慢慢啊恢复，因为后来咱先啊无阁继续下跪，因为杠杆这边，毋是像看守所，阮下跪大部拢是下去看守所时阵互伊的，所以也使回归。后来变做讲，伊关伊杠杆内底就杠杆是毋是甲这配合伊，咱嘛毋知影，因伊袂当回啊嘛，咱嘛毋知影。所以是不是都完全改革住？啊，一直到送餐这部分，你变作讲，逐工甲送，逐工用这个，伊看会出来讲咱的这个用心。那有的人讲，啊，恁出这个册是不是一开始就已经有规划要出这个册？讲实在话吼，若是有出册，人拢知影讲，要即摆要伫台湾卖册吼，是袂趁钱的。这是为着讲要救阿扁啊，因为新闻拢甲妖魔化，若无就是甲伊的新闻淡化。咱看咱一直讲伊的身体安怎安怎。每天那个报纸，这很小的一个角落，甚至只有网络版才看得到。按家的这时段，拢不要看网络，所以根本就无阿扁的消息，无人知影讲阿扁即马真实情况是怎样。所以，阮的大家长就是叫阮一开始就讲爱记录，爱甲收走的在志工妈妈因的用心吼，啊，还有在送餐者的心情，甲伊记录来，铺伫网络上。阮就甲铺伫网络上，想袂到国祥大哥吼，伊看到，伊有去看阮的网络嘛。伊看到，伊讲，那有人搁去做这种戆代志，啊，那才温馨这样子。所以这部分就是透过这个网络的传达之后，伊甲我们实质出版，伊认为讲，爱搁较侪人知影，知影了后，咱才有办法救阿扁啊。因为新闻未报嘛，可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讲，我们在写日记阵吼，除了写阮的心情以外，阮会找资料，甲阿扁啊总统伊过去所做，包括伫市长时代，也是讲伊做八年总统，伊为台湾做太侪太侪代志啊。可是媒体绝对袂安尼讲。啊，拄啊好，即马这个政府做起来太歹啊。那个一比较吼，就知影讲啥物货是真的，啥物货是假，这拢袂敢骗。即马搁有门有网络，会使甲你记录落来，所以这代志是无办法该消失的。啊，只是不过阮甲写出来阵，搁提醒大家讲，阿扁总统做过这个代志。予大家去想讲，到底是咱毋免去特别讲安怎骂，予大家家己去看，家己去想，这种代志，咱知影的人，咱拢足疼这个阿扁啊，会毋甘。可是因为若是无保存，咱这个过程就过去啊。后摆再少年人，伊嘛是靠网络伫搜寻这个资料，所以咱一定爱把这个记录给留落。这是阮今日出版这本册的这个用意。啊，因为今日刚五分钟的时间吼，啊，我够细微，啊，所以我即摆吼，我交阮这个送餐妈妈，伊足紧张，因为咱拢是伫厝的做家庭主妇，毋是讲，定来出来遮甲大家讲的，所以我先互伊讲一下，吼。
我无论安怎吼，我一定要阿囝身体平安。我大项的代志我无在了做，这基本的这我会使，但是我唔知影阿囝爱食啥，所以讲，敢那人讲讲青梅你望墙啊了，啊鼻啊甲刀啊成做甚物样，我做甲刀啊成做甚物样，我浑然摸索。啊，因为我进前家己嘛有忧郁症，啊，我唔知影阿囝爱食啥。啊，我就用配菜，迄颜色，吼、哦，会当予阿囝敢讲看着，啊，干干净净安尼，会当予伊食安尼。啊，我今日因为阿囝自做市场的时阵，突然当然就有准备了。咱较早是安尼甲买，甲会当甲办事员讲话。做阿边仔起来做市场的时阵，咱去公所时是有人遐，以后有人坐，放一杯小小的茶互咱啉，咱就有做。你想看伊做市场的时阵，伊推动讲爱戴安全帽。你看，今仔咱足侪人，会使讲唔爱无人讲戴安全帽戴落去，因为伊一个推动尔。全部拢跟进，所以讲我今日准备阿边个菜，我是希望大家借用大家的心量，每一天不管恁心内想几摆，爱予阿边个身体早日平安。安尼做咱个总统的时阵会辛苦，大家。袂使予咱台湾人民失去一个遮尼好的一个宗族，所以讲，我伫厝个煮饭个时阵，内面囡仔呾一个爱食鱼啊，爱食肉，我足清楚个，爱食咸，爱食甜。但是后壁我毋知影，我就用伫厝个菜篮买来，头切起来，撮撮个水就摕起来就切一个落去。但是煮后壁个菜个时阵，我无。我拢一条一条行，有汤软，我拢温暖一条一条洗，无食好，但是我嘛互伊食平安，互伊食足卫生的餐。我祝大家会当用恁的心念，每一家拢加讲几摆，心心在想。予阿囝仔日平安，身体平安，仔日当阿转来。